欢吗？喜欢。进去看看。你在笑什么？我有戏。你们瞒着我什么事情啊？哎，走了。天哪，都走到这一步了，你都不帮我。该死的过云雨，你哪是下雨啊，你这是下刀子呀，刀刀往人心里戳。这画的什么呀？这些都是世子熬了几个通宵给您准备的画，本来是想给您一些惊喜，然后来了过云雨。沈真，快回去吧，别着凉了。既是送我的，那我便收下了。算了，都脸坏了。坏的是画，不是作画人的心意，不是吗？那我改日再重新画。好，我等你。